好，这一次大奖变成 2.5%，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到底抽的情况怎么样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不过说我们这次大奖大概都是要抽重复的，好不好？就是抽到升大奖为止，好不好？那顺便帮大家实测一下，最后这个加倍，它到底有加倍到吗？抽护鱼就好了，最好是啊，护鱼超好抽啊，不用加倍就抽到了。等等，换海一，这次小奖好像变成12%还是14%，我忘记了。然后大奖变10%，然后优助变2%，所以其实那个几率都蛮高的。不要保底，不要再保底了。哦，阿宝，大家也可以，如果说你现在有在抽的朋友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几率到底是怎么样，好吗？然后今天，今天礼拜四，今天礼拜四除了这个大奖加倍这个很重要的日子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日子，是今天是梦魇级开放的日子啦。没错，人类最强先随人。在今天的梦魇集要登场了，所以，如果说你想要看到第一手的直播消息的话，你可以按这个频道的订阅钮以及旁边小铃铛。那我们晚上大约在9:30的时候就会开直播，对，跟大家一起挑战传说中最强人类的梦魇集，不知道会不会很难。那同时我在第二频道明天的下午开始会陆续上传一些分析影片。那就欢迎大家也去订阅我的第二频道啊。话说现在都还没抽到大奖坏，一抽飞影，真假的，我完全没有在加倍的气氛当中为什么你们都有我的账号？一抱怨就有了，为什么坏？先手要刷几张，我觉得刷一张就好了，而且要看关卡好不好刷吧，说不定关卡真的难刷到，你可能刷一张就觉得快要哭出来了。有了有了有了啊！雷餐，不就？然后今天抽卡好像有送那个动态造型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，好吗？仙水变身就像圣斗士上下，圣斗士下。我都没有看仙水变身了，可以看动态造型吗？保底了，我的红 QQ， 怎么办？我的目标抽到三大奖，会不会？这不是我的账号啊，不要这么非洲好不好？拜托，可不可以就是让我好早点收工这个大奖加倍？拜托你！哦天哪，要抱怨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来抱怨吧。我觉得账嘛就是一个。你真的不出来，我是真的觉得这游戏还是很棒啦，好不好？真的要抱怨那是我们圣优助是不是 ？OK， 抱怨型实况主，优助你再不出来哈，我真的觉得这个系列真的很废。还是出来，2%太少了啦。我觉得好夸张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已经超越做效果的效果了。工程师在看台吗？2%要不要赶快出来？不然我觉得你出来的话，大家就觉得比较好抽。你到底要不要出来让大家惊艳一下？你的2%到底是怎样？我要看工程师的2%，感觉好像。有点谐音，对不对？没事。Hello， 好，抱怨之塔，我怎么抱怨那个优助啊？优助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当你是死人好了。为什么我一直抱怨就一直抽到奇怪的卡 ？Why？2.5%哦，对，2.5%，抱怨2.5%跟1%一样，真是的，让我很生气。抱怨中，
藏马好像这一次是比较好抽的，因为像第一次加倍的时候是飞影比较好抽，那这一次那个藏马我就抽了好几张了，两张了。工程师的2%太小，我看不到，好不好？2.5%，工程师让我看你的2%。用日文念一遍：邪王岩沙黑龙波，太难了吧？我不太会日文，但我会那个幽助的语音。幽助的语音是怎么样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，这大概是这样，对，应该是这样吧？还是怎样？对，铃铛，我不要再配音了，不然我就会一直破音。你的2%我看不上。雨帝还在出吗？我这一次抽卡合作的，应该过了这个版本之后就不太会出了吧？像上次猎人，合作完也没有再出了。不是吧？我加倍35抽7张啦！哇吼 ，MK2 太猛了吧！哇，这真的是一个藏马的时代、欸，有抽三个，有抽三个。So this name, so this name。哇，这一次真的是大奖加倍到不要不要的。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抽到藏马的话，这次真的可以冲一波，好不好？可以，直接跑题。请问这负面工伤吗？这只是很真实的，我们很 real 的，我们很 real 的反映出这个抽卡几率 ，OK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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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哎，三元，真的加藏马加倍，我知道不知道该说啥。对，所以如果说这一次没有藏马的朋友，真的可以冲一波了 ，OK。倒是飞影这一次就变得蛮少的，有，喂，藏马都快抽一对了，都快抽六张了。中藏马中奖几率87%，但我觉得我估计啊，这一次的梦魇集应该会做球给藏马，各位觉得呢？对，下一次的合作不知道是什么啦，但是下一个版本应该是石峰王的到来跟新的印度神，对，下一个版本不是那个不是跟动漫合作啦，是他们自己本身的系列。对，哇！哎，飞影，反正也不会要保底了吧？真心觉得母汤每天都保底，保底的王国。哦哟，现在我已经想不到任何抱怨的地方了。No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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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哎耶耶，有了，抽到了，没有在保底之前抽到，真的太感恩了。好了，还是会抽到的，太好了，来看一下入手时间，可以。这一次抽了大概30几抽吧，哎，不对，20几抽而已哦，就抽到了好多好多大奖，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几率。好、哦。